Ho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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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qué? 控住啊！靠！我太佩服我自己了，竟然可以控成这样！我操！这种是强化服伤害是25%，竟然可以灌成这样、欸、那我就出击啦，我就不客气啦哈！啊，就不客气啦哈！算是运气不错啦，刚刚算是运气不错。刚才那样的打法会变成是说，我有讲过，你不只要运用卡牌龙科，你还可以运用怪物的技能。他这个技能就是强化符纸伤害剩25%，所以，基本上我现在打下去应该他直接死了，所以我还是没有效了。蝶珠哦，这一队的恢复力我都靠蝶珠来的，跟天降。木西亚居然卡住13次才过，运气那运气问题就没办法了。这才偏娱乐性质啊，娱乐教学，娱乐教学。强化盾反击哦，先杀这一只。刚刚好，漂亮哦！这种空天降超舒服的，这种超舒服的。哦，这样就两只一起再见哦。其实我刚空天降差点失误了，好在没失误。强化盾反击哦，我认为这只太硬了。所以开这个，再开这个，我认为它太硬了，所以直接开两波。哦，直接灌过去哦。水芭比，大家会想看一个原因呢，它比较不吃运气啊，吃手转的，所以你们在玩起来会很顺很多。你就觉得比刚刚我玩那个暗谷西来的顺很多，因为他不吃运气，他吃手转。由于下一回合他是手回 HP 变异新转案，所以我们这一回合我看一下我的打法会不太一样哦。留一手了哦，留一手了。因为我刚才出技能，哦，直接挑明的讲，我刚才出技能，出这一只的啦。这个要关，因为下一回他把你的那个技能消掉。跳，好 ，OK， 500多万哦，开一只。龙哥脉动，你可以做整版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整版还是很可怕。这整版还是很可怕，八个人整版很可怕。第六关哈。
想一下，这关是没办法出技能的，因为我这么多颗不打，不打它浪费。下一关自己靠自己啊！双重电击，可以在下一关出，不要在这关出。这关风险大，非常大，非常大。这个猪啊，有点头痛，跳，靠北啊，四颗，四颗风险很大，因为他如果转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这样四颗，哎，可以，四颗已经先转星啊。不要再卡在奇怪的位置了，帮帮忙！看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吧。下去，再见。韩国人真乖，说掉就掉，没有啊，这次不乖了。哼，延长时间还能空点奖，对啊，没错。先开了，危险！我想一下，跳啊！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，不听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够了，够了。哦，干，刚没有注意到，哎，妈，太刺激了。CDE。风险太大，思考一下，四百多万呢，两回合，要补一万是蛮多的哎、欸，
糟糕，我真伤狗。B B 没跳。下一关比较好洗技能，因为下一关两回合，可是17000伤害你一回合补8000也是压力很大。来吧，哼，这版面不是很优啊。给我带走吧，两倍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高难度的来了，要在考叠珠，或者是要斜转什么的。哇操！漂亮啊！断珠。没辙了，现在只能靠 BB 了，擦狼黑哦。卡狼黑哦，干他不是假假，他不是假假，他肯定不是假假。干他如果是假假就好办了。我想一下，无好胖嘞。
轻松，不够。没打死也不一定不是，也不一定是坏事啊，也不一定是坏事啊。各位，一波七吧，刷过去吧，刷过去吧，开，开，开！我需要各位的加持，因为这一波有点危险，有一点点危险。加油啊，各位！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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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漂亮，漂亮的一波七，很险很险，不过非常顺利的刷过去了，谢谢各位，碎啦，碎碎碎碎，去去去，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如果觉得影片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，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。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